次嚟嘅，其實我記得係喺呢個位置係掛住一個黃色雨衣嘅，即下面有啲白色鮮花喺呢個位置，係就係呢個位置。咁我成日真係忍唔住喊咗出嚟。望住一啲象徵物嘅時候，就會諗翻起好多嘢，即係啊，點解會去到呢個地步呢？甚至點解我而家會喺台灣望住台灣嘅連環牆？百感交集。我喺呢一度嘅時候，仲可以做啲乜嘢？甚至香港仲可以做啲乜嘢？Louis 今年19岁，今年5月反修例运动开始成为社会焦点，他辞了份工，全身投入社运。6月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接触他。7月1日，一班示威者冲入立法会， Louis 是其中一个。他之后担心被捕，所以决定去台湾暂避风头。 Louis 说没想过7月1日的冲击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捩点。这里现在有3个人，3个室友每人掘了一架床，他们预计是会有更多人会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所以整个3张6架床来的。其實冇咁多，好多嘢都係嚟咗先買嘅咋，即係例如啲書啊，都係嚟到台灣先至買的。我冇嘅，其實都係得嗰幾件衫褲，其餘嘅都冇乜嘢可以帶嘅。但嗰時冇預計過咁耐，即係諗住可能啊算啦，去到短期先翻去咁樣。所以冇話帶好多嘢。Louis 未試過自己一個人去旅行，佢話冇諗過人生第一次離開屋企遠行，竟然係人哋口中嘅走佬。其實入立法會到高度搜證，其實只係一個觸發點，令我開始驚想走。其實一直以嚟。其實都很敏感嘅，自己都係踩緊線噶啦，邊緣位嘅。政府嘅所謂高調拘捕嘅行為係越嚟越勁嘅時候，只可以話每個人內心都總有一秒嘅恐懼湧上嚟，就係話俾自己聽，我驚啊！咁嗰陣時候有啲 friend 同我講話，有得走嘅咪走咯，避下風頭先咯咁樣。凌晨漏夜就決定買第二朝早嘅機票，就即刻去咗嚟。当日一起过台湾的还有几位同样在7月1号冲入立法会的示威者。来到陌生的地方，他们初时都显得诚惶诚恐。当时一来到的时候，我真的在接机，就是当地一些人权组织。其實嗰時候大家都好驚疑神疑鬼，其實你唔知邊個係人，邊個係鬼咁樣，邊個係真係想幫你。跟住後屘佢都講咗一句：其實唔使驚噶啦，而家喺台灣好安全噶啦。跟住之後就開始慢慢接受我哋嘅幫助，喺唔同嘅地方住，每個地方平均住唔會超過一個禮拜。由入住嗰刻佢唔會同你講你將會喺度住幾耐，之後就搬，甚至唔會同你講搬去邊。總之就我住住先啦咁。咁可能其實係。突然間仲瞓緊覺，朝早7點嘅打電話就話：哦，執嘢啦，要搬啦。你好似草木皆兵咁，可能甚至有啲人會提醒你：我小心出街，即係睇下冇人跟蹤你咁樣。跟住你又唔知道同人傾偈應該要講啲咩好，講到幾多好，唔知信唔信佢好。有個人就算話幫你，你都要諗過度過。其實呢樣嘢好惶恐嘅，令到你即係。又唔可以話搞到精神會好緊張，但至少一定係會有好多避忌、好多顧忌。
卡價錢，最便宜的那個。因為預算有限，吃的其實都是可能在旅館附近的餐廳，可能便宜地，然後餐餐都要嗌牛肉飯。因為牛肉飯其實是比較便宜，又叫做有飽腹感，可能35-40元就有一碗，咁可能其實一日三餐都吃牛肉飯，所以後屘而家見到喺餐牌上見到牛肉飯呢個名，其實都有少少冇乜胃口。早餐就遊落去啦，我哋可以。昆蟲用。係啊。用咗幾多次嘅？你食咗幾多次啊？你就用咗幾多次噶啦？我哋買餸等於即係買四個人份量，等於出去食一個人嘅價錢喎。嚟咗台灣一個月之後 ，Louis 同另外幾個有差唔多經歷嘅人被安排到一個非牟利團體做實習生，入住佢哋嘅宿舍，每個月有大約港幣2000元嘅生活津貼。搭同一班飛機過去嘅。咁就由嗰一刻就係開始就叫做一team人咁樣，咁之後嘅出出入入啊、居住啊、食啊咁樣，其實都係一齊嘅。嚟到呢度又係同一樣嘢啊，跟住經歷嘅事又差唔多啊，同是天涯淪落嘅。咁我哋都相處咗一排啦，個幾兩個禮拜，咁大家係咯，都係互相幫助啊嘛。啊！你要幫我洗下衫，我幫你煮下飯。跟住 Louis 又可以教我哋其他嘢，佢成日喺度睇書咁樣。所以我覺得我 OK 喎，我覺得大家互相幫助，我啊覺得冇所謂。阿 Mark 同 Tony 當日都冇俾屋企人知道佢哋過咗台灣避風頭，只係話俾屋企人知要去旅行同讀書。大家有住相似的抗爭經歷，但各自亦都有不同的心理包袱。啱啱嚟到台灣啊，有種好似入咗平行時空的概念咯，即係你望住香港啲手足啊，喺前線喺度一直對抗緊，跟住不停咁有人受傷，有人被人拉，跟住望住嗰堆警察的武力係咁升級。跟住我而家就同我哋其他一起走過嚟嘅人，就係喺台灣。如果係其他手足話，我哋衝完立法會，跟住自己就抌低其他手足走咗去。咁如果佢哋想抱怨啊，或者係想話想嬲我哋，我接受嘅。嗰一刻我係。就係諗到自己咯，即係淨係諗到自己，可能俾人秋後算帳啊！好多手足付出嘅嘢係比我哋更加多咯，但係佢哋仲會喺香港抗爭緊咯，而我哋係走咗嚟係唔知道做咩咁咯。自責就一定有噶啦，我有陣時成日都喺度諗。如果我嗰陣時冇走嘅話，我仲會唔會繼續出去呢？即係好似依家同之前其實係兩回事嚟噶嘛。咁我仲如果我見到真係越嚟越誇張嘅時候，我仲敢唔夠膽行出呢一步呢？我都唔知道，因為始終一個走咗老人都冇乜資格講咁多嘢。日文是为 Louis 这班年轻人提供协助的法律工作者。他一直都有留意香港这场抗争运动的发展。七月中接到有香港示威者来到台湾求助的时候，接触到 Louis 和 Tony 他们。他说观察到这班抗争的年轻人都背负着一个很重的心理负担。其实我们原来真的不是很了解。哦，那他们这次过来，我们透过实际的相处，我们才能够理解，那是一种绝望的感觉。每天的话就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那么
常常就是很忧郁，然后作息非常不正常，那个我们碰到的状况就是很颓萎。不是香港的年轻人特别勇敢，而是呢，如果台湾也面临同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年轻人也会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所以让我们有很强烈的危机感，说如果今天不支持香港，如果今天在香港那边运动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台湾年轻人就得被迫要做跟香港年轻人现在一样的抗争。今年7月1日，有示威者冲击立法会 ，Louis 是其中一个。本来谂住去台湾暂避风头，冇谂过一留就3个月。一到2点半就会有垃圾车过嚟收集啲垃圾，咁其余之后去到傍晚6点，其实都是主要做一下啲日常要做嘅工作，都是啲冇乜特别嘅嘢。由初嘅生活是颠沛流离咯。周圍走咯，要成日轉地方去住咯。去到依家8月開始就開始安定，要喺呢一度。咁其實生活都已經習慣了，咁就總好過之前咁，過幾日就要走，其實居無定所咁樣，依度叫又去呢度。咁開頭喺呢度 NGO 諗住。整一個連動牆啦咁樣，咁俾可能經過嘅台灣人知道，哦，原來其實香港發生緊乜事？可能係彌補下自己做咗逃兵呢一個愧疚啩，即係呃下自己，我其實我係有幫手。雖然我都唔想好承認自己係逃兵，所以其實一直以嚟都有為呢件事好介懷。你做得嘅，如我噶啦。但是你最後要選擇可以離開逃避呢樣嘢，咁你做嚟為咩？所以我都有問過自己，其實係㗎咁樣，唔知點解釋，只係話係我哋好似好冇勇氣咁咯。到依刻我都覺得自己係好懦夫。佢話突然間出咗3單西貢、尖沙咀、屯門有屍體嘛，話佢跳樓浸死同埋謀殺，但係一個就全身有瘀傷，一個冇講傷勢，一個骨折，一個窒息呼吸，跟住話係新屋嶺非法處理屍體。隔岸望住抗爭不斷 ，Louis 話覺得好內疚。心情梗係唔好受啦！我本身有能力可以好似佢哋咁樣成喺戰場，即係但係基於環境因素自己做唔到，即係係啦嗰刻嘅腦彈出嚟就係 I can't fight， 就係我去唔到個戰場嘅。咁點解你要走過嚟咧？其實好矛盾，你會驚你會被捕，但同時你又好想繼續戰鬥。呢樣嘢其實證明咗，其實警方嘅白色恐怖其實真係好成功，係令到啲即使你好想戰鬥、好有鬥志，仲好有好嬲嘅時候，但可以令到你唔出唔到佢。台灣1個月嗰陣時候寫嘅，嗰陣時幾多悶，自己瞓喺張牀度，喺度飲緊啤酒，跟住想揾人傾偈又唔咁樣，打開個電話，打開個 WhatsApp， 睇下啲咩朋友可以打過去。跟住啲打過去嘅時候就直接嘟嘟咁樣，有啲就俾人接通，有啲就唔得閒，跟住發覺冇人傾偈，即係揾唔到人傾偈咁樣，咁就自己寫咗首詩出嚟。君問歸期未有期，就係你問我幾時翻去，
其實我都答唔到你幾時翻去。咁隔岸虎啼直聊之際，唔係自己一個人寫一首講喺台灣點樣直聊法嘅一首詩。何當共談天下事，數盡隔岸直聊事，就係可以幾時有機會同朋友一齊傾下啲天下事，甚至可以幾時有機會俾我去數盡我喺台灣時候所經歷過嘅直聊嘅事情。我爹哋媽咪開頭知道我去出去抗爭，咁佢哋都反對，即係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佢哋唔係反對抗爭。他們覺得年輕人其實沒有問題，做得好的，但是抗爭不是問題，但是那個人可不可以不是你呢？之後杜華想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們跟他說我可能要去一去外國避一避，這樣他們就說你當初做得 就預算了，即是衝得又要怕，怕又要走，你衝來做什麼？因為我比較反叛，他們會 很難管到我，他們對於我堅決要走其實都沒有太都知道挽留不到幾多，跟住可能其實都係講句小心啲咁樣。你們來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大家互相幫忙。你們也知道說我們也是第一次處理你們這樣的案件，所以他们很努力，你们都知道，好，然后做得好，做得不好，就让大家互相帮忙。那譬如，那我们就把一个一个经验做起来。对于有示威者寻求台湾庇护，但系台湾一直都冇难民政策，当局只系话会按人道个别处理。通过义务律师团嘅协助 ，Louis 同室友呢一日有机会去到内政部。为申请居留证做面试，是首批由香港到台湾的示威者获得这样的安排。如果申请成功，就会作为案例。昨天收到通知，移民局就有些专员就说要跟我们面谈 interview， 那是讲一些你讲的 interview 的内容，就是决定你能不能够去 延长你的签证。很紧张，因为是決定緊你係幾時翻香港，或者會唔會翻港，甚至喺台灣之後嘅去向係點？都驚講錯嘢。像像今天這裡，或者像路邊。香港的情況現在整個發展還不知道。舉例來講，最壞的狀況，開始很嚴重的政治迫害，很多香港的重要的人可能要撤退來台灣。他們作為第一批或前期過來的人，如何先建立起後續人來的一些機制？好，准备，那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目前马上是紧急照顾机制的建立，然后再来在台湾拘留或者是保护的审查。我们现在开始有些进展，比如说可以延长签证，可以开始审查是不是可以长期拘留，以长期拘留的形式。因为未有相关政策，对于是否可以长期留在台湾依然前景未明。不过见住香港的警民冲突不断升温，在进退两难之间， Louis 和室友对于自己的去向都有不同考虑。我回香港定留在台湾之所以50-50，很多原因都有人怕，我不怕去牺牲，但我怕犧牲是沒有價值的，純粹回香港那一刻入機場就已經被消失了，被自殺是不值得的嘛。其實真的沒有，都是見步行步。我暫時就想用讀書的形式去台灣先，我在香港我是中學畢業出來做事，所以我想可能讀一下書，珍惜下自己先。離完台灣之後，唔知係因為長時間太過思鄉又好，冇人冇物冇依無靠又好，乜都好，就開始慢慢覺得，被捕就被捕啦咁樣，其實都有啲開始灰灰地。但起碼喺被捕之前，
可以燃燒盡自己去對抗呢個極權政府，而唔再係喺其他國家度庸庸碌碌咁樣，即使可以避到一世都好，但你都會抱憾終生。